秦岭是中国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超过3000米的海拔落差为各种鸟类提供了丰富的栖息地。四月的河谷，柳树开花了。柳花没有花瓣，没有香味，但却是鸟儿们的最爱。火冠雀因雄鸟前额及喉部火红色而得名，体长约10至11厘米，比麻雀还小。这样纤小的体型可以让它们在柳树细枝上灵活自如地享用柳花的甜蜜。柳树上除了火冠雀，还有其他的鸟过来凑热闹，不过它们的目标是树上的虫子，因为没有食物的冲突，倒也其乐融融。五月，秦岭的山腰处，泡桐花正在怒放。花蜜的芬芳对蓝喉太阳鸟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身披金属光泽的羽毛，让蓝喉太阳鸟看起来艳丽夺目。纤细的体型让它们动作轻盈，甚至可以在娇嫩的花朵上做出高难度动作。把细长而弧形下弯的嘴轻松地伸进花蕊深处吸食花蜜。靠近山顶的区域是属于穴雉的地盘，它们是一种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珍稀雉类。穴雉是单配雉动物，每个繁殖季只和一个伴侣结合生育后代。这只雄鸟已经淘汰了多位竞争对手，因此得到了雌鸟的喜爱。多场争斗留下的疲惫，雄鸟显然已经忘记，迫不及待投入一场缠绵的嬉戏。从河谷到山顶，在不同的海拔高度可以看到不同鸟类的身影。520多种野生鸟类在秦岭各得其所，它们用绚丽的羽毛把秦岭装点得瑰丽多彩，它们用婉转动听的歌声述说着秦岭的富饶美丽。